骨髓精髓为您悉心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治愈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品牌服饰为你独家冠名播出的武术课程班，我是本期的主讲蔡阳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二套国际竞赛套路的长拳的第三段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加我们屏幕下方的 QQ 群跟我们进行讨论，同时呢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微博，那里有更多的知识与您分享。想观看更多的视频，请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我们动作示范。好，下面动作讲解。好，我们马步，脚收过来一点，脚尖前点地，然后右手左手摊开，右手抱拳，蹲地打拳。然后我们正踢腿的这个动作呢，我们的肩往后背，两手撑到最远，肩往后背，不要头。然后上步正踢腿。上步前点地，电视平衡。好，我们翻腰上步，蹲地翻身，放左脚，然后我们拍击掌，拍掌一、二，拍完第二下了过后，上完右脚过后，直接起放。后我们后面手伸勾手，前面手掌伸直，然后上步两步，右脚落地过后两步一。二跳翻身拍地，拍地我们成瀑布，然后起身，击响转身，弓步正脚弓步，收队长，然后后扫我们的屁股一定往下坐，身体直立立起来，不要往下面趴，然后左手先两只手先往左边带，然后放松我们的腰部去带动旋转，再来一次。然后我们扫腿的时候，我们脚掌要贴着地面。然后看我做一遍，后扫，右手打开蹲臂，左手按掌穿掌，右手穿掌，下瀑布穿掌，上步右脚上步，左手收回来，右手摆起上左脚，盘腿，然后上步身体往前面压，身体不要往后仰。往后仰的话，我们重心会偏离，身体往前下，腹有平衡。跑完了过后，上步，右手蹲地，上右脚，左脚三拍脚，这样子啊，平肘，后腿平衡。好，上右脚，右手蹲地，上左脚，右手蹲地，上右脚，三拍脚。换手换脚，回身顶肘，然后转身瀑布。好，我们现在今天讲的是国际竞赛套路第二套的长拳的第三段。然后我们在训练的时候，对于一些动作啊，还有节奏啊，不是很了解的话，随时在 QQ 上与我联系，我会在我有空的时间跟大家分享。现在给大家布置一下作业。好，第一个动作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，然后砸拳，用力砸拳，到正劈腿，然后这是一个动作，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，做个十次左右，然后再休息几分钟过后，我们一共做个四五组。好，第二个动作是我们的一、二，跳上步翻身跳，我俩落瀑布，落成瀑布。这个动作呢，我们在平常的训练当中可以练五次，然后
平调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做个3到4组。好，第三个动作是我们的后扫腿。后扫腿因为很多平时练习的比较少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后扫腿多练一下。后扫腿，我们的身体立直，摆手，转身，形成瀑布。这个动作呢，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呢，可以一次性练10次，然后休息一个1分钟左右，然后我们再练第二组、第三组，一共练个5组左右。好，今天教的这套动作呢，我们有很涉及到很多的韧带啊，包括跳的一些动作，跳跃的一些动作。然后大家希望大家在平时呢，自己认真的去练习。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加我们屏幕下方的 QQ 群，跟我们进行讨论。同时呢，你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，官方微博，那里有更多的知识给你分享。想观看更多的视频，请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。好，大家再见。